冲上云霄二手博，次靓大足全场。天气不似预期，唉，够啦！再唱多几多次啊？呢首歌都系做唔翻冲上云霄二嘅主题曲噶啦，片尾都唔会。系啊，仲要听足咁多集添啊！套剧寻晚出咗街啦，高登巴打推到完场，我哋又点能够唔做翻个睇后包胶嘅呢？阿姑妈系个 playboy， 就事先张扬咗噶啦。只不过估唔到佢一出场就沟女，睇中朱璇 BB 喎。更加估唔到嘅系呢个角色直情金句王上身咯。渣渣下飞机又无端端喺度唱歌，完全系抢晒出得个少少时间嘅 Sam 歌戏啦。嗱，大家冇睇错啊！是英超球队阿仙奴啊，短短的几十分钟入面有关阿仙奴的情节已经出现了两次。先是 Coolmo 和阿 Roy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就问阿 Roy 喜欢哪一队波，阿 Roy 就答他阿仙奴。Coolmo 串人同队波一样，喜欢在中场度猜嚟猜去，即是说他讲嘢唔中 point 啊。跟住去到尾声啦，阿 Sam 哥想买翻何年希买咗嗰件波衫，阿咁啱又是阿仙奴嚟噶噃。唔当编剧都系阿仙奴 fans， 九成韩国明星名媛都做过韩式 4D 回领买先，依家 Dota 铺托8800蚊有得做啦，想受面使乜飞去韩国啊？